好像大家都觉得学校的部分比较恐怖，对不对？我是比较喜欢回来学校的时候，因为学校不会有追逐战，觉得玩起来比较安心。嘿，但是学校它就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弹出式吓人法，那这边可以看得到中庭。台湾学校不太会有中庭，对不对？好像不太会有中庭。嘿，尤南内西亚，脏话，谁讲脏话？这里没有人讲脏话。A 七八安安哦，科技就是靠不住，对呀、啊，科技真的是超级靠不住的。What？ 我才刚讲就，你们刚刚应该有看到吧？嗯，学校它比较多吓人的桥段。Welcome home, Action One。我不想再被吓到抖一下了 ，QQ。这位是史狸猫，史狸猫升级为。LV9 的邪教百夫长，恭喜升级，非常感谢你的续订。哎，电池，赶快来怒减一波。刚刚是不是有个人影晃过去啊？我没有仔细看，那、哦、我们就到处看一下吧。啊，这边过不去。哎，我终于知道这个游戏边跑边往后看按哪一个钮了。PS2 的话是按。L2 钮，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跑，哎，不对，讲错的是 L1 啦，来再跑一次，再跑一次。哎，你看，我是一个可以往回头看的人了，耶、yeah ！好、哦，这样会稍微方便一点啦。嗯，哦，101，哎，前面有个东西，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卢卡卢卡奈多菲法，基本上来我们这一台的朋友们可以不用怕被实况组吓到，因为实况组是走冷静欢乐吐槽风格的，所以你们不用怕说我会突然大叫啊大吼啊吓到你们。嗯，你们可能会吓到次数比我多。又是拼字游戏，你到底是有多喜欢拼字游戏？又是一个上吊的图示 ，S E S F E T H C H I L， 哦，最后面那个应该是 children 吧？什么什么 the children 是不是？应该是哦。好的，被千色冷静下来，但也没有错。所以不怕不怕好吗？在千生台什么都不用怕。哦，这边可以，嗯，爬不去，爬不过去哦。这边可以打开，好的。哇哦，哦，哦，いいね，これいいね。刚刚那个还不错。有东西可以捡吗？其实我只是想要进来捡个绷带跟捡个电池。有没有电池？有没有电池？没有电池的教职员是没有存在的必要，还真的是没有电池。所以我们就是专门进来看到冒血管的。安安哦 ，Welcome to the bonfire。T M I N G Joker， 谢谢你追随 ，Thanks for follow。好，这边过不去，吓到你们了吧？好像回学校的部分真的比较可怕一点，是沙耶对吧？哎，居恩，听电话，刚电话没有响啊，嗯，听电话吗？你们有没有骗我啊？没有，没办法互动。好，我们继续走。对，我后来我私底下有稍微查了一下这个游戏的。已经拿到了文件，因为它这游戏它有非常多跟基督教有关的讯息，所以就算是我懂英文或者是说我懂日文，但是看这个文件的话，疯了哦，电话真的有电话，电话在这里。但是你叫我接电话，我就会去接电话吗？
我还是要来看一下有没有电池。你知道我们的主角就是反骨。嗯？哦，这边没有任何互动，好吧？好像什么都没有。哦，这边好像我们上一次实况的时候有来过。好吧，接电话咯。电话。电话どこだ？先看一下这里。好，没东西。你们知道对于松鼠型玩家来说，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都无法阻止我去捡电池，或者说捡绷带。好吧，没有电池。有没有电池？好吧，好像没有。好小气哦，给个电池嘛。咕咕咕。啊？这里会死哦。现在在学校也会死了，哇！我以为在学校是免死金牌哎。一出场就甩门，对啊，一出场就甩门哎，哇！不给沟通哎。你跑得好快哦！哦，所以当地板冒血管的时候，要稍微躲一下就对了。OK， 什么？现在学校也开始要追赶跑跳了？电话？好吧，那我们快点找电话好了。電話電話電話啊，ここじゃない。这里吗？哎、欸，我刚刚以为这是绷带。好的。Hello, hello. Oh, thank God you're alive. 哦，太好，你还活着。冷静点，我会来救你。I want you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我希望你找个地方躲起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Remember the taste of her kiss when you felt her neck break, you diseased cocksucker. What? 电话性骚扰啊！你这个不收贵电话。哎，我们的 Black 被电话性骚扰啊，怎么办？被性骚扰要打什么电话？哎，不对，就被电话性骚扰。那被电话性骚扰就不能打电话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写 email 吗？写 email 说，你好，我刚刚在学校的教职员室的办公桌上面被一台30年前的老电话性骚扰，附带一提，我是个男性，骚扰我的人也是一个男性，我相信这可以成立一个性骚扰案件。What？ 什么？啊？我有点傻眼，是这样 ？What？ 好，刚那个电话，他前面还假装镇定，假装是一个好人，跟你说你要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我要来救你了。然后他接下来就说，我需要你回想起那个吻，想起你的脖子被扭断的感觉。然后男主角就被性骚扰了。哎，什么？什么啦？什么啦？什么都没有，你也在那边。大家好，我是森阿木，我今天要讲一个男主角接电话，可是被男性电话性骚扰的故事。好的。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总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你们一定想说，为什么刚刚突然唱起宁夏，对不对？安抚一下你们的情绪，好不好？我知道你们现在内心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吓。所以，身为一个实况主，有义务要让观众冷静下来啊！不怕不怕，好，这边都没有没办法进去。哎，他又来了 ，What？ 好烦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He's coming! He's coming! 他来了。哎，啊？不是啊。你就是刚刚打电话来那个人吧？他就是刚刚打电话来那个人啊！一不在那边骗，一不在骗，明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好的，好吧，我记得是要……哦，他来了，没品。柜子，是要躲在柜子里面吗？哦，存档了。哎，不对啊，这不是学校的柜子吧 ？What？ 哦，回来村落里了。OK。Set us free， 放我们自由。OK， 哦，所以刚刚的确是要躲在柜子里面，然后就回到村落里面。好的，突然不敢吃牛舌，吓死你们！好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又是你这个肥肥，又是你这个沙利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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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又穿越了。CCRT 安安，静静躺在你的衣柜，又在帮陈老师打广告。我的毛衣跟着我回家了，我把它摆在我的房间。哎，是这样唱没错吧？他曾经陪我走过好几回。哦，我记得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病村里面，没有，他们说这个是一个进化之村，他们对进化定义根本不太一样。波耶波罗蜜，雷亚朵，哎，雷亚朵，哎，雷亚朵，雷亚朵，我记得是。沙利万他的左右手嘛，我记得是沙利万的左右手。雷亚朵，哎，会不会雷亚朵就是护羽旅兄弟的那个护羽旅兄啊？会吗？因为 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们那些人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这个文件哦。今天真的很大胆，我看其他台主玩这个都在鬼吼鬼叫，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个冷静又欢乐的实况呢，来这一台就对了。私はこの病が病悪化する予知预知梦，预知梦不知道怎么念。我見た我らのあらゆる苦しみがもはや誰一人として耐えられなくなる限界へと達する瞬間を。だから喜ぶがいい、安心するがいい。我らはもうすぐこの苦しみの中心へと到達し、永遠の楽園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る。お前がその下で民を制御できないなら、お前の乗り物の拳を使うがいい。大神父はお前を愛してる。神はお前をお救いくださる。クノース。おう。追伸ニックの大好きなコオロギの塩漬けを入れておいたので、
彼に渡してくれ。私体の贈り物だと。嘿，闭上安安哦，进化物理没有错哦。那我确定，我确定这个雷亚斗就是富宇吕兄，然后他，然后富宇吕弟是叫做 Nick。好，我现在确定了，因为这封信是沙利万写给富宇吕兄的信。雷亚斗啊，生病的人不可以自我怜悯，因为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事情了。私がお前に導くよう託した人たち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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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信徒们，他们饥饿，他们疼痛，他们恐惧。所以我看到了，那是因为他们有罪，所以这也是神的意思。私は神のご心に従い。Welcome to the bonfire. RT Rose， 谢你追随的 follow。我遵从主的慈悲，给予你食物跟酒，但是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梦见了预知梦，梦见了这个病会恶化。对，因为这个沙利旺他是一个先知，他自称在这个教团里面是个先知。他们这个教团叫做，后来去查一下，他们叫做 Temple Gate， 就是圣堂之门、圣域之门。然后这一位沙利文，他自称自己是以西结，以西结就是一个基督教著名的先知，没有错。所以呢，所以富宇吕兄啊，你就安心吧，我们已经快要到达痛苦的中心了，我们就要快要到达永远的乐园了。如果你没办法用那个舌头来控制人民，你就控制你的，你就用你的驼兽，你就用你的驼兽的拳头来控制人民吧。他所谓的驼兽就是那个富宇里地舌头，该不会他是刚刚在学校里面那个怪吧？大神父爱你，神会救你的，大概就是这样。好的，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追赶跑跳啊？我才刚讲究，护宇吕兄弟又来了。What？ 护宇吕兄弟，你们真的是不给活路哎！但是我要先捡一下电池。What？ 哇哦！好，站起来，站起来被榴弹打到。卡拉利亚，谢你追随的首发喽。好吧，不给沟通哎，真的是不给沟通的。那么，我要出去。我按了。那边有惠宇吕兄弟，所以。我觉得护宇吕兄弟好烦哦，他们火箭速度超快的，稍微看个路。哦，可以进去吗？不行。哇，故意放这种音乐，不行。怎么？我还以为那边可以进去，好像没有路。跑跑跑，向前跑，好吧。这边好像进不去。哇，惠宇吕兄又来了。这边好像可以过去吗？不行，脚太短，没办法。哇，不给机会的。NGS， 小七，好吧，
哎、欸，他们在前面呢，难道说一定要？哇，安安啊！难道说一定要从他们前面穿越过去吗？这也太……欸、我要看一个东西在动。哦，所以就是强迫要经过他们面前就对了。哎、欸，护宇李兄弟，护宇李兄弟。大喊查水表。哦，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哦。其实你真的看不到我，你好像有用哎。不然我们等一下这样一直讲就好了。你看不到我 ，You can't see me. You can't see me. 还是说要跟着他们走？通常这种潜行游戏跟着怪走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尤其是我看这两个8787的，你怎么自己站起来了？你怎么自己站起来了？你为什么自己站起来了？你又不是阿尔卑斯山少女的克拉拉，你怎么可以自己站起来？你为什么自己站起来了，克拉拉 ？What？ 哇！什么？但是我还是要捡个电池。嗯，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捡电池的决心。捡个电池哈！哎呦，超危险的啦！哎、欸，你们两个好生气哦！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讲吗？一定要这样生气气吗？你们名字又没有生也没有气，怎么可以生气气啊？对对对，要生气气也是我先生气气啊。这音乐宇宙无敌大声，你们会觉得这音乐太大声吗？如果会觉得太大声的话，跟我讲一声哦，因为我还蛮注重实况品质的。猫肉嗓安安，胖打949安安，克拉拉没有错。可以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两个87在哪里。Two fishes 安安，捡个电池好过年，真的。没有捡到电池，内心就无法安心。音效有点太大声，是不是？那我调小声一点哦。等我一下哦，调一下音效。它音效没有办法做太细微的调整，没有办法调环境音啊，或者是讲话声音，它只有一个音量可以调，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吧。再调小一个，嘿，小风，哎、欸，啊，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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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there. 哎、欸，哎、欸，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哦。其实你真的看不到我。哎、欸，可不可以从这里进去啊？哎、欸，蹲着的时候好像没办法往后看。好吧，我要上去，我要上去。哎呦，你不要每次都在那呼，你呼那么大声，谁听不到啦？我真是被你打败、欸。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哦、喔。我们瞬间变得好矮了、喔。开门。好吧，没东西。哎呦，好险！好矮哦。
我这边是哦，就只是出去而已嘛。好的。吓到！吓到！抱歉，我刚刚反射性被他们吓到。哎、欸，差几点了？啊，这是刚刚那个房子。哎呦，慧宇你兄弟很烦嘞、欸。在哪里？哎，好多陷阱哦！是不是吃屎啊你们？喂、欸？啊？然后嘞？我、哦、要这样过去？哎、欸，太哈扣了吧？哪有人这么哈扣的啦？刚刚太大声，是抱歉抱歉，我刚这个一个回应不及就被他们吓到了，抱歉抱歉。上古卷轴前行感，我实况三年来，我第一次在实况的时候叫这么大声，抱歉哦，真的很对不起。我与兄弟都是你们啦，烦嘞、欸。没事没事没事，嗯，先生会保护你们的耳膜，好不好？哦，又来一个独木桥。一定要这样子吗？存档。对，既然是因为这一款。MZ25 晚安哦。不是那个 jump scare 真的反射性。哦，又是你俩，又是你们俩，还不想放过我。可恶，没停！哎、欸，跑一下，跑一下，跑一下！喂，你皮可可不要这么薄啊，薄皮嫩肌是不是啊？跑，跑跑跑，向前跑！哎、欸，存档了。Not in your soul. 绷带剪下。我不会吧？还在追杀我？我最穷追不舍那一种哎、欸。What？ 快快快快，大叔快！啊！啊！啊！你怎么又？Sayonara, Sayonara。没品，太没品了，真的是太没品了，这个一定要急一下，这我一定急。你这么，你也太衰了吧？有没有这么衰啊？天啊！ We have you. It's okay. 又被抓到。We have you. 我。The gospel isn't done yet. 福音还没有跟你说完。只要你记录自己的复活记录，我们福音书就完成了。到底在讲什么鬼？啊？没错没错，我们要带你回去悲伤之道。我们已经把你的坟墓准备好了，带他走。等神复活之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举行圣餐仪式了。怎么好像被拖走了、欸？为什么居然被删掉？Hey, Vogelin.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我会埋起来嘞。Are you crazy? 不要声。Oh God.
哦，有没有这么衰的啊？又要方块连打，哇！你到底是强还是弱？我真的搞不懂你耶。你平常被猫三下就死了，可是你又可以跑得很……啊？怎么又……谁又打我？What？ 你平常被猫三下死了，可是你却又可以跑得很快，然后……嗯，那你，录一下。哎呀，录快一点啦！哎，又是他，再见。哇，这男主角我一定要吐槽一下。你平常皮那么薄，可是你却又可以跑得这么快。然后你被钉到棺材被埋起来的时候，哎，你又可以单手把棺材的板子拆开。你到底是强还是弱啊？可不可以讲清楚啊？你这样弄得我很混乱哎。一般来说，当人类被钉到棺材里面，我们在这么狭窄的空间，是几乎不太可能可以把那个棺材打开的，对。但是这位老兄，这位伤痕累累的老兄，哎，他是徒手把它打开的，哎，哇哦，这个一定是宫崎英高的旨意。为什么这边又要用趴着过去？还特地特写让你们看他皮肤烂掉的样子。再见，跑。哎，说刚刚是不是有一位订阅？我没有看清楚，我们刚刚音效好像没有跑出来。刚刚订阅的朋友，非常的谢谢你哦，非常的谢谢你。有没有地方可以上去啊？我是刚刚的地方。哎，电池剪一下，一定要剪。这里吗？不不，好烦哦，世界烦。嗯，不可能是走这里上去吧？沿着边边走。哦，我现在比较没有办法看聊天室了，因为我要先跑过这一边。啊！完嘞！快，大叔快！快呀，大叔！刚大叔他被抓住大腿的时候，地上那个人他是说：“接受我们的疾病吧。”讲这么多，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啊？好了，跑吧，跑，好像是往这边跑，对不对？其实不太确定，但路都长太像了。哎呦，地上好多东西在折来折去了。哎，好，被他抓住了。再见，十字架在等着你，十字架等的是你们，好不好？哎呦，他们速度好快。绑一下，好。我总觉得他们还在后面穷追不舍。哎，电池要剪一下，电池剪一下。哎，可以往后看嘞，爽哦！你们这样可以阻止我剪电池吗？不，不管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剪电池的决心。好的。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哦、上一个 pieces of my skin stuck in the barbs. It was too late to hold her up, and I was just a kid. I was just. Huh?
当男主角好像混入了一些小时候的回忆耶，有病大家一起病哦。躲在那个地方真是辛苦他了，由此可知夜晚森林很可怕，还是树会长出铁丝网。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男主角刚刚讲什么，我再听他讲一次。Pieces of my skin stuck in the barbs. It was too late to hold her up. And I was just a kid. I was just. 有刺的铁网刺穿了皮肤，我来不及把他救下来，我只是一个孩子。Pieces of my skin stuck in the barbs. It was too late to hold her up. And I was just a kid. I was just. 我只是个孩子，我只是个孩子。哦、oh.。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到小时候的回忆耶。在对照我们在学校的场景，有看到很多上吊的图，然后杰西卡又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在的人。我猜可能是他们小时候杰西卡上吊，可是男主角来不及救他下来，所以他感到很自责。他刚刚应该是回想到了小时候杰西卡上吊的事情，因为他说我当时只是个孩子，对，因为那时候是他们小学四年级，真的蛮小的。Farewell, Action One. May the flames guide thee. 三年来第一次喝到叫那么大声，纪念订阅 XD。欢迎 Jamie Win 加入邪教军团，非常感谢你的订阅，大家怒喜一波，森森森森森，欢迎我们的 Jamie Win 的加入吧。什么？居然是因为我大家的订阅，非常感谢你的订阅哦。那个订阅数字，我等到待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再确认一下，再手动输入。对，因为 Stream Label 现在怪怪的，它没办法自己自动更新。我看一下这个、哦，我记得这个是 Kegalendo Kusetsu 的福音书，污秽的救赎主。污秽救世主的福音书，对，顺便再跟你们讲一下，他这边 有几个时间系列，创世纪、约伯记跟哀歌跟吐司，不是吐司啦，不是当归吐司的吐司，士师记，嘿，士师记、立位记跟条啊记跟耶记跟约翰的启示录。大概分成 这六个时间系列， 这些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篇章。好，污秽救世主的福音书，他们好像是叫男主角是污秽的救世主，他们在这个病村里面的人都是污秽之人，都是 Kegalelin。 对， Welcome to the bonfire dot dot， 谢谢你追随 the sofa 咯。中间混入了奇怪的东西，救宿主。おいに喜ぶ鍵、怪我で人たちよ。ブ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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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秽之人啊，你们该开心了。你们的洗礼者呢？啊？何時の聖霊者は人の姿をしたロバに乗って。何時の元へやってくる。哇，好坏哦！你们的洗礼者就坐在看起来像是人，其实是驴子的驴子身上，来到你们身边了。这就是在讲护羽女兄弟啊，护羽女兄弟。比方说，护羽女兄弟的护羽女弟是一个驴子，护羽女兄坐在护羽女帝的身上，把护羽里帝当成一个驴子，好难哦！你们念念看，超难的。这个洗礼者呢，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所以因为你預言者サリヴァン・クノースに最も愛されるものである。这个洗礼者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因此他也是先知沙利万最爱的人。那就冷冽谷的舞娘啊。所以护羽女兄是冷冽谷的舞娘来着，但是超难的哎，四十四只石狮子，十家有四十四只石狮子，嗯。そしてクノスはレアドに問う。
的人吧。那几十年一开机会，你得哪里有能做不卡？而我们的沙利万先知就问护羽吕兄说：“你在这个炼狱里面有什么希望吗？”护羽吕兄就回答道：“私は新たなエゼキエルが見たものを見ることを望みます。”护羽吕兄说：“我希望可以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东西。”以西结就是沙利万啦，那个沙利万自称自己是以西结。そしてクノスは答えた。真的好像圣经哦。クノスは答えた。ああ、なんじゃここののアズマヤは主の言葉を受け止めるには狭すぎる。それに、ブ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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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や、引き裂けてしまうだろう。なんじゃなんじゃ救済のことだけを知っておる。知っておけ。沙利万就说：“哎，你的心胸实在太过狭窄，没有办法接受主的话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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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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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胡说八道。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东西要讲。一堆邪教胡说八道。哦，我看到了误会者的救世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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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嗯，大概就这样。以西结是那个，以西结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先知。我室友他现在在喂猫吃饭，所以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干干的声音。哦。有东西吗？哎，真的有哎！赶快解一下绷带。好哦。嗯，为什么拿到一个奖杯？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触发奖杯？好，再来存一下档。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家的话，我们家算是佛教信仰啦，但是，要说的话，我比较接近佛教那边。其实我对基督徒、对基督教方面是完全的不了解，那是因为我为了要玩这个游戏，为了要看懂这些文件，所以我特地去查的。对，有没有觉得我很用心？因为这个游戏的文件非常的难懂，就算你懂英文，你懂日文，你不了解基督教跟天主教的话，其实。看文件也是会看得不飒飒，所以我就特地花一些时间去查那个文件里面一些单字，然后去看那些关键的人名是什么，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嗯，那是我特地去查的啦。Hey AJ， 对，顺便再跟你们讲一下，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他这个游戏的灵感是来自于美国197几年，好像是1978年的一个真实事件，叫做琼斯镇。邪教集体自杀事件，对，在以前美国有一个谁啊？谁叫这么大声？哪一个实况组啊？叫这么大声？这么会演，怎么不来当实况组啊？等一下，会不会突然又要叫我们逃跑 ？Welcome to the bonfire. Stand by. Cut.Koi， 先拜卡 Koi， 点燃邪教萤火，非常感谢你追随的首发喽。哦，那你，啊嘞？哦，他们正在处刑，看一下。She hanged herself before I could stop her. Or she didn't. No. Wait, not her. He. Fuck. 我觉得主角开始现实跟幻想分不清嘞。再看一次。She hanged herself before I could stop her. 他上吊了，我没办法阻止他。Or she didn't. No. 不对，不是他，不是女生的他，而是男生的他。He. 是男生的他。可恶。他开始有点搞不清楚了，他
看到眼前这个男子上吊。Welcome home, Ashen One。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路上，不能没有千森。Henry KP 升级为 LV11 的邪教养士，恭喜升级！非常感谢你的续订哦，非常的谢谢你。他有点分不清楚，他看到前面这位男性被吊起来，然后就想起小时候杰西卡上吊的样子。主角开始有点怪怪的了。好的，好，这边过不去。刚跟你们讲琼斯镇大屠杀，以前那个，以前美国它有一个很庞大的邪教，叫做人民圣殿，叫做 People Temple。然后这个游戏里面的邪教叫做 Temple Gate， 叫做圣殿之门，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游戏的灵感是来自于那个事件，因为名字连名字都很像。600198 YGC， 谢谢你追随的出发喽。哎，你不要吃人家的饭，喂，不要吃人家的饭。没事，我们家其他猫在偷吃其他猫的饭，我刚刚把它赶走了。哦，还有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病村，前面有一个文件，我在今天下午在重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上次没有告诉你们，里面有一段是说，他们的教主跟他们说，外界的人都说你们得的是灵病跟梅毒，他们是在骗你们，外界的人讲的话都不能相信，你们得的不是灵病跟梅毒，而是因为你们的心病了，因为你们的心有病，所以你们的身体才会产生这些变化，所以你要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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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所以，矿山到了。Welcome to the bonfire。史考特赏谢你追随的首发了，嘿，放放，嘿，雪雪，虾姑撇仔安安，嘿 ，Yuka， 嗨 ，Fox Hunt， 我在。跳过去吗？真假的？真假的？所以你们刚才都有注意到这个病村里面的人，还真的可以，你还真的可以。我看一下，看一下，看这到底有多远。哇，大哥，你真的是一跳十公尺哎！你竟然可以一跳十公尺，为什么？为什么被摸三下就死了呢？你竟然可以！ I can't. A rope. I just need a rope. 哦，绳子要去寻找绳子。好哦，来找绳子。你竟然可以一跳十公尺！你竟然可以在被钉到棺材里面的时候，徒手把那个棺材打破！你为什么被摸两下就死了呢？你到底是强还是弱？我真是搞不清楚你耶。好的，来，看一下哦。我真是要被这大哥气死，搞不懂他哎，能力都要在奇怪的地方。对啊，主角生存力体力 S， 战斗力 D， 还有幸运一，幸运一，你是枪兵是不是啊？你是 Fate 里面的枪兵吗？体力也不能说是体力哦，那个叫什么 HP，HP 是 HP 也是一。和平主义者，他立定跳超强的。琼斯镇在南美小国盖亚纳，人民圣殿是美国人创建。对，他的创办人是一个叫做什么什么 Jones，Jimmy Jones， 一个叫做 Jimmy Jones 的人。他们本来是在美国创办，然后后来因为一些舆论的压力，所以他们就搬到热亚纳。Welcome home, Ashen One。千森被打爆，波利升级 LV6 邪教军团士兵，谢你续订哦，恭喜升级。哎，好像有一段阵子没有看到你了，移动速度满点。对啊，非常的抱歉，我把滑车装置的绳子带走了。天国へ登るために必要なんだ，哈哈哈。我现在是在念里面的文件，不是我自己在哈哈哈。あの傲慢なエゼキエルが代わりのロープをよこさなかったら、ロープを着て持ち替えてこれで構わない。その頃には使いを
我会得一路哈斯达卡，白痴哎、欸，很抱歉，我把滑车装置的绳子卸下来带走了，因为我需要用这个绳子来带我登向天国。哼哼哼哼，他后面还写哈哈哈。嗯，刚刚本来想啊哈哈哈，你看看你啊哈哈，咦咦咦，呜呼呼，呦呦呦呦。嗯，我在模仿他的笑声了。好啦。这么尽心的实况游戏，这么努力的模仿游戏人物的笑声，也要被你们这样瞧不起？唉，人生。绳子，绳子在哪里？绳子在哪里？这跳去稳死的、啊。绳子在哪里啊？哦，上面。哇，这个老兄一定可以跳上去，你们信不信？他一定跳上去。还真的嘞，我真是搞不懂你啊。救世主啊，是奇迹啊！怎么前面又有人？哎，猪瓜干嘛？胖胖的，我们家的猫刚刚从我面前跳过去。所以要去找绳子。等一下会不会又要被追打了？干嘛、啊，猪瓜？你不要挡我的一幕，你不要挡我的一幕。等一下，我安抚一下我们家的猫。你不要挡我的一幕啦，胖胖的，胖胖，胖胖躺下来，胖胖。胖胖，嗯，知道自己很胖就好。绳子，哎、欸，不会吧？哎、欸，哎、欸，他好像进不来。Hello， is anyone there？Hello， 看一下啊、喔。哦、欸，真的，他回去了，耶、yeah, ，爽哦。好吧，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最高品质，静悄悄。为什么找个绳子要这么辛苦 ？Welcome to the bonfire， 独自的叶子线你追随 ，Dance follow， 静悄悄。静悄悄，绳子在哪里？绳子，干嘛？你又站起来了，大姐，你到底想怎样？好了，我们家大姐走了。嗯，那边有个八七，他会发现我。哎、欸，你走快一点啦！你不是很会跑吗？走快一点啦！哎、欸，嗯，不是。Wait， 静悄悄之术好像失效了。嗯，一定是信仰不够。宝宝，那就硬 A 好了。嗯，在这个世界上，99%的问题都可以靠着硬 A 解决。如果硬 A 解决不了问题，一定是因为你硬 A 的次数不够。绳子在哪里啊？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我人也太多了吧？哇，抱歉哦，你在上厕所是不是？不要隐藏你自己。Hello， 哎，被打了。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上锁，上锁，耶、yeah ！啊啊！抱歉啊，抱歉啊，误闯民宅，抱歉，抱歉，不是误闯民宅了，哎、欸！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わたしさよなら，爽哦！跟自己说再见。这世界上最悲伤的道别，不是跟你的家人道别，也不是跟你的朋友道别，更不是跟你的另外一半道别，而是跟自己道别。嗯，到底绳子在哪里？哦，又是这个音乐。跑哦！
哇，一个闪躲，我痛。哇，哎，他真的很故意耶，那个视角，他每次都故意在你被抓到的时候又把你搬到奇怪的地方去。哦，这边好像是新的路。啊，这边有路啊。那绳子该不会是要从这老兄身上拿吧？不是吧？不是吧？嗯？是说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哎，爽哦，耶、yeah! ！Hello， 哎，真的是要用这个绳子？哎，这绳子在发亮，可是是不是要上去把它拿下来啊？对，我有发现那个绳子在尸体身上，而且闪闪发亮。哦，可以从那边上去的样子。哎呦，再见！好暗哦，应该是这里吧。跑跑跑！哎，绳子，快，快呀，大哥！哦，啊？然后绳子就飞走了。What？ 绳子飞走啦！但是我先出个档。嗯，第一步，发现绳子在尸体身上。第二步，跑上小山丘，把绳子尸体上面的绳子割下来。第三步，绳子就飞走了。What？ 绳子飞走了，飞去哪里啊？这边吗？绳子，哦，这里，好好好，没事，哇，没事，耶、yeah ！回到小屋，把绳子绑起来，好哦。小屋在哪里？小屋，哇，不是吧？怎么又是你啊？人讲世间事，海路好行。我拿到绳子了没啊？哦，拿到绳子。怎么还有护宇女兄弟啊 ？What？走这里可以吗？没挨，里面有人吗？哦，打不开。What？ 哎、欸，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哇，又是你，你是刚刚那个人吧？长一模一样。另外一侧吗？哎、欸，不对。过他！哎，这，what？ 哦，我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可恶！我想背刺他哦。走错边，这里，耶、yeah ！正义必将胜利，好哦。没字幕了。哎、欸，怎么？
怎么会有女兄弟也被推下来了？哇、wow.